所在嘛要祝福咱所有的这些受奖的啊，各单位有稻米啊，有地料啊，有蔬菜，有啊畜牧啊，等等哦，真济啊，各行各业的这个啊，从事咱的这个啊农作的这个啊模范农民啊，这几年来，我相信伫地料、稻米的这个发展啊，啊各方面的咱已经啊，伫这个啊，原来已经啊，不离有成就的哩吼、哦。